平时拄啊，就是咱南洋隧道出来，即路顶到底是咱公所管，还是管路管，还是管路科管呢？迄拢无迄群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哦，拢无迄群，拢拢不拢不倒啦，迄是安真浪费。哦，南洋隧道出来要起来哦，都都有食，群龙个餐厅遐个路顶，规面规就拢不倒，拢无迄群个啦。哦，阿妈，你再反映，迄不是咱公所个吧？我阿妈就发现，这这无在，哎，规面规矩都三百多五工的啦。都有一定的问题哦。啊，那个明信片的部分哦，我下了个地方，我的那个贺年卡哦，贺年卡已经都做好了。那后礼拜我们会统一寄发给今年度有来认养路灯的这些民众啊、庙宇哈、啊，都一寡企业哈。这个一定上了这个哈，啊，另外啊，拜托李定哦，就是我们镇内的还有四十瓦的那个日光灯的部分哈，麻烦李啊，各位里长哦，那而且给我两个礼拜是你统计起来哈，报来公所，因为日光灯哦，日光灯在哦今年度哈，今年度已经有一个那个。那个落日条款啊，落日条款进到今年年底了哈，所以我们的很多那个四十瓦的日光灯都快台湾掉啊。那接下来那个有里长讲到那个好罗东跟东山地界，伊那个进明显的快出来哦，进不足，有一段进跟那个就是罗东镇哦啊，有一段比较暗的那个把那个黄光那个就是东山乡的。好、哦，这是分得很清楚。好、哦，啊，过来就是要立定那个路灯的编号是还没有去编的哈。啊，就像那个苏南里长讲的那个太平路那个我们那个路灯编号已经把它弄上去了哈、哦。啊，过来是回复给各位里长。啊，那个南洋隧道。南洋隧道口那个路灯是市区工程处的路灯，哦，这个我在 FB 也有看到有人在说为什么是整天，哦，但是好像我有看到有人是回复了，就是他要进入南洋隧道，就是给开车的那个是那个就是比较进入状况，哦，麦克风几级别都。